位准备好了，随便你啊。玩什么？随便你开始吧。好。随便一个 map， 随便一个 map。玩这个、啊？随便啊，我都看不到。有人跟了我。随便啊。来。真来阿 B 了我啊？什么、啊？我回来阿 B 了。不要跟他们跳啊！你跟我不要，如果或者是我跟你哦。很久都没有玩了，很久没有玩了咯，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啊 ，OK 啊，你跟我 OK 啊，可以啊。哎，不是，我跟你。我跳这么远，随便啊，越远越好。变到晚。哇，变到晚了！你看那飞机，我、哦、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飞机的哦。好像和平精英。也不是啦，和平精英比较什么嘛，比较 polished 到比较真嘛。你这个是比较反差系的那种感觉的。现在 PUBG 可以卸电脑 PC 这样子丢平底锅了咯。诶，不是找到有好的吗？还是很久好的，很久好的，刚刚败了，刚哎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看到 bot master、啊、我们就用 pen 来丢它、嗯，你就不经济啊，你跳的咯，又不是我。我跳我点的地方吗？航路那边。不要你先，在这里找东西先。哇，我不记得，我忘记我sensitive很高了。哎呦。你现在在哪里？好了喂，这样等一下人家看到我的 YouTube 啊，我的 PUBG 啊，要 loading 那个 map 一下子啊，还是蒙蒙的，然后还才可以变好语速呢。没。等一下讲 ，Why your PUBG is like that? Are you a hacker? Yeah. 哇，我要 reset 我的 button 了咯。我要 reset， 很久都没有玩了，是很多东西要重新弄过。I got supplies. Oh my god， 这是不跟那个 Call of Duty 的差不多、哦？哎，不是讲差不多，完全不一样哦，那感觉。你没有玩那个 Metro Royale？ 我没有玩到，我才刚刚到那半哦。等一下，我带你去玩，去打恐龙哦。打恐龙，这样厉害！我看到了，是真的有哦。真的。打恐龙去打 zombie 去打 boss。哇，等一下先，哇，那 texture 都变了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哦。很久都没有玩了吧？哇，你在哪里坐这样远这样的哦？这里都没有车。嘿嘿，只得他们在那个圈外面，极可怜。幸好我跟你讲，不要跟他们跳。是我点的地方安全吗？我也不是一样。喂，我不是没玩过，我只是很久没有玩过罢了哦。本来刚才我要你，I got supplies。啊，那到 lag 到老嗨一点。
你扩大累累哦，我都不要 pause 哦。我的是 internet lag 哦。会炸的呢，你看。这都还顺顺一点，都没有像累看起来累哦。我没看过这个的。哎，你可以弄破人家的车轮的没？用那个插轮胎的那个。对呀，有那个轮胎那个。哎呀，有这样啊我。所以现在堵桥很危险的。说堵桥很厉害好的咯，如果是这样。哇，我要 reset 所有的东西哦，很不关了，我现在我要重新弄过。嗯，好、哦。你那边一定会有车。我要找先咯。然后我们去 Primox。Okay。Primox 是哪里哦？还没嘛。江角头。Yeah. 不用去了，这样脚头的啦，人家一刷钱都什么了啦，都安全，安全吧好吗？哎、hey, ，我有车啊！嗯，你等下去载我啊，我今天在找东西，我都没找，我也没有找到车，我不知道我马路边有没有。哇，有过多亲自子弹！我要快速宽容。可以 exercise 了，什么？可以运动了，是不是？什么可以运动了？是不是现在沙巴可以运动了？不知道，好像可以不可以的嘞？可以咩？那边我朋友跟我讲，他跟我讲，别说。五点半踩单车 KK 2050km。有没有这样离谱哦？要咩？可以咩？不是，我就是要问啦。他们讲有一些讲 OK 哦，看你要不要罢了。就是有 social distance 就可以了。嗯。有 social distance 就可以了。听到你呛我了。十个人吧，我都是底薪。你叫我怎么打 bot？ 你打 bot 吧哟。那我。哇，这是 reset 所有东西哦，我好像很不顺了，现在这个东西。我以为你只是要这样子摆好的，那是够原来可以两个 option 的，它不是 one stack 在一起啊。很钝哦，跟我以前玩那个 Call of Duty 不一样了哦。走，他丢。哇，老伟。
很近哦，这地方。有什么景吗？不行。这么的 graphic 拉到这样美的、哦，等一下我去回我 setting 先。你慢慢加先，我去 check 我 setting。哦，不用紧啊，反正都是可以跑得到外哦。这有 4K 电脑是用 4K， 我最高只可以到 HD 吧哦。哇，够特别哦！他重新改过这个 texture 的时候啊，很多东西都变了哦。而且我，你知道吗？我差不多一年都没有玩过了咯。讲真的，差不多一年都没有玩。耶、yeah. ！没等。毕业那时候，你现在还有玩呢、啊？哎，不是哦，六个月前，我觉得。那时候最后一次好像是跟你还是跟七他们玩的。哇，够特别哦！好像玩新game这样哦。换完了 building 吗？换了 graphic building。是它跟那个和平精英的那个一样的，那个怀疑版 PUBG。现在如果你玩那个什么叫做什么那个有 helicopter 叫什么怀疑、啊？火力全开，什么？啊，那个嘛是有两个 helicopter， 一个是 normal helicopter， 一个可以射 rocket launcher 的。哦，一个是打仗用的，一个是那种普通爆的嘛。哎，另外，然后车嘛是全部都是什么？好像改过了的是，好像打 zombie 的那种车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哦。你看啊，看啊，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啊，是啊，真的是可以丢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丢的。你有没有 pen？ 你有没有 pen？ 我没有找到，我找不到。那。那找你的 pen， 哎呀，你找，然后你看到你的雷那边嘛，你看到雷有一个。Attack and troll。哦，啊，有，等啊，我丢你啊，啊，哦，是哦，哦，它差不多跟那个什么啦，跟那和平精英的那个怀疑版差不多一样的。是啊。会有很多新枪是吧？新枪啊，新枪好像有加多一两把新枪哦。对，等一下你玩那个 Metro 那个 Metro Royal 那个要小心了呀。没有枪炸的哦，你要 set 好在你的 game 那边 ，Robby 那边。什么？啊，好像 Call of Duty 这样子 set 好了哦，有多少发子弹，什么 arm 这样子的。OK， 我等一下我去看啊。好像 Minecraft 这样子的。啊，什么？是啊。哦，等一下才再看啊，等打完这里先啊。如果真正吗？是我不知道，到底是现在真正是不是可以运动了？没知道。哎，我朋友讲明天6:30见面哦，6:00好。哎呦！去等一下先啊！哎，去 quarry 啊！
它有什么地方好跑先？等一下，好像有人来过这样。第二波哪些好料哦？说这样好料又不炸，那门又给炸烂过了。我看到有一个。哪里费劲了你？在那里射飞弹呢？啊，你拿到啊？啊，你看那里，你看，在这里射吗？啊？射吧，射吧。还是去他们那边射哦？我不知道。去他们那边射啊？等下他们抢了，你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哎，等下先。你家啊，现在可以一面驾车一面打油好了。啊，好几天了。看了，如果的有哪里哪样？嗯，那是啥呀？那个？哦，那个是在前面那边的大屋子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哦。有，我没有拿到哦。很会叫哦，翻了喽啊！你又喂，喂，那抽烟了喽。哎呀，一个也死，很厉害哟。突然间丢上来了，拿刀来！我因为我跟你讲，如果在电脑啊，我们早都给炸死了，都跟你讲。哎呀！妈的，我天！哎，他们那边应该有很多坏人哦。不能哦，不可以去他们那边哦。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那我们要去哪里？随便。Hello。这里。听到你往上冲了。随便。很厉害哦，所以他们看住我们玩的咯。跟他讲我们是 YouTuber。We are YouTuber, please subscribe us. 等一下，他会讲什么？等一下 YouTuber 这样改了。李生，你来不看浪？你来都烂板。好 OK 啊。你说山顶能力啊，但都买不起。OK， 我有了，我不会记得了。是吗？你会没有资料，快点一堆。啊？会没有资料，快点一堆。怎么样啊？喂！喂！当，我不知道怎么会什么。来，这好像改到那个 engine 像那个什么来的，那个 straight pipe 的那声音也改了嘛？没有改啊。改这么，我听到那个声音像 straight pipe 的，哎呦，有没有搞错哦？应该是你的电话跟我电话不同啊，我听到没有声音。不是，这不是 system 改了，是电话比较好一点的，就给你好一点的声音哦。跟你outrun什么？哎呦，哪能你out哦？去找车喽，小心。
没有车，怎么走？没有啊，不是走路啊，还有什么？我记得这里很多车的哦，这条马路，江之江美没有车咩？这边前面有车，就那边屋子前有。哇，什么时候改到这样的？这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个海很像飞机哦。哎，我以前我不记得有这样子的哦。嗯。很厉害哦，我撞不了了。厉害的。你知道刚才那印度尼西亚人，因为我 off 了嘛，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等下我一开的时候，他在那边骂骂骂骂，都骂死我们了。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了。骂魔鬼的声音。我。你骂骂骂嘛，你别躲了。不是我，我不要跟他们。人家这种人是，我不信这种人的，好像不会玩这样的。是啊。随便啦、啊，反正这里都没有人嘛。喂，你射哪里哦？什么？喂？在哪里哦？有没有搞错你？哎呦！哇！你浪费哦！哇！哎，现在要放人吗？咚咚咚锵！有没有搞错？你们多浪费哦！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锵咚锵！搞不了。Screenshot screenshot， 等一下就是那个 new title 的了，你的。哇老喂！哎，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哎，到底那个空投会不会来了？不会来了，我跟你讲，没有来了，不会来了的。有。不会来了的。这样子啊？你看，哎呦！我堆在上面的，怎么还会这样子？哎，不见了哎。好了，飞机也没有来了了，浪费。搞的你射来拍了了，你射来拍了的，又不是我，又不可以对前面射的，我上上面射了的嘞。有没有搞错啊你？那 game 有问题啊，还是你有问题哦？那个 game 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对呀，是，我就奇怪，我就讲，你会射，哎，中午我就奇怪了，那个火是不是对住那屋子的？我就讲奇怪，是不是你故意的？喂。喂，我跟你讲啊，我看这些 PUBG 的这些 game 啊，我也玩过了啊，我差不多四年了啊，我没有看过有人是可以射去地上的，不是射去天空的。你哦，我旁边这个，喂，哎呦，喂，看有什么好照？喂呢？哎，给你照完了。照 NK。MK， 我不想用 MK， 我不用 sniper 的。没有那个可以 auto 的哦。我那可以 auto， 但是我不要用，我不喜欢用这种枪的，我比较还是喜欢用回这种 AR 枪的。哎，这样多年里面，我看了还有玩了这样多年了，就是没看过。我们躲在这边吗？我们进去里面这边。什么？快进去！嘟嘟，罗马，嘟比嘟，喂！喂！什么？怎么在这里？在这边玩黑眼戏。玩打飞机就有了，如果给人家看到。OK， 来啦，来打飞机，给不能看到我们打飞机 ，YouTuber 跟 YouTuber。你看你啊、哦，你看你啊、哦，有没有搞错？喂，你看全部都有 skin 了嘞，玩这样久才有。喂，我又没有玻璃，喂，人家讲有鬼啊！有鬼啊！
别说那个，一直跟我柏讲，我林知啦，道吧？我玩过的嘞，那 game 还要跟我讲哦，好像我没有玩过这样，是我，柏林没有地方啊。是我，我玩过了的那 game，我老实跟你讲，我没有玩过，我只是不玩罢了，因为你很钝，这 game 真的是弄得很钝哦，加油你！好了，我们去那个 building。Mark the location. 哦，哎，你怎么搞的？不用紧的嘞，不会有人知道的嘞。OK。那，没有人知道。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了，就是从那边。拿给你二倍我镜，有，我有六，我有六。来个石头哦，你哪里的石头？哦，那谁干了？那，你别理解，别。OK。去引那个门，你去挡那个门。没，喂，他是怎么射的哦？喂。Belakang cuang lah. Ni you pun. MK kan saja di nani pun lah. Masuk. Dah. Kita sampai dah. Okay, awak Hey. Stop lah. Ah. Stop 那个 video. 是啦。哇，那个人很厉害，脱光光的哦。你套白哇？喂，你套白哇？那个 V。